这里是丰信食品，我们餐厅位置是在台北市八德路二段16号，进北科大，忠孝新生出口4号，步行约5分钟就可到达。丰信食品公司创立于2014年，是由丰兆航泰公司所创立的食品事业。丰兆航泰以36年来生产杯安核心产品的专业经验，因此丰信美食以航泰高科技生产标准模式，全程严格控管食安的品质及生产制程，提供消费者最健康又美味的国民美食。我们的经营项目有香肠、肉馅、健康轻食及复合式简餐。我们需要的职权是柜台人员及行销业务人员。柜台人员的薪资是25000到28000，依个人能力的表现做调整。工作内容有招呼客人、介绍餐点、为客人点餐，然后结账跟环境的清洁，还有冷热饮的制作。行销业务人员的工作内容有陌生开发、拜访客户，还有签约收款。我们的福利有全勤奖金、三节礼金、生日礼金，还有尾牙、员工的聚餐、员购优惠。上班时我们还有供餐。我们往后有扩店的计划，并且提供专业教育训练，培养储备干部。欢迎对餐饮有兴趣的您加入我们的工作团队。